大好你说今天要是这个瓜老百姓有多天了都没摘下，你几个给这瓜摘摘。这好了很的瓜。我这好了很，我说我这太小了，那小了摘了今年呢。俺接都没接了，你就咦这瓜脆着我了，这瓜咋整吃呢？要吃掉地了，我找你，我吃找你了。二嫂，来吃瓜嘞。瓜质量好得很，品质优秀。啥人啊？有人。还多少？那个大砖的，大多那个房。你三天两天你弄不完，那闲着玩的你撂了撂了我根了。不中我也撂不到，那就懒得去。撂不开了。你撂光喘气儿。光喘气儿。这瓜哎呀烦死了，一割蹦蹦蹦蹦，有点凉凉。这个你是不是你这割到这儿上了，可不是。那我不是在这儿了。慢点慢点，他这瓜多，我这慢一下都不会了。好拽一车了，给这车拉家喝上再拉这。挖起完呢，也正好是一节了，上不头是两节了，留地里那一车到后上那一节，凉快了。